录啊、哦，听到这样怎么这样怎么守？干你，你还怎么守啊？来踹看看，你叫冷气啊，他们去冷气啊，我来过在外面冷气。你 是, 是、啊、你是不可能跟到，你是不可能跟到那个樱木侧步的啊！看你他妈阿木守，我守篮下，我守篮下，我可以啊，篮下我怎么不行？我吃啊！干你守篮下，但是干我那我一个人要我外我要 外面的侧步跟先到后仰跟福田的侧步，他妈都是我守、啊，他、啊、怎这样啊？他就表态他没有玩阿木啊，他表态我要玩，我就是玩三井的、啊。我表态，我没有要选阿木的意思啊！你拿、啊、我这场的防守半径是整个半个篮球场的，然后就外围都是我的。好啦，去啦去啦，去防守啦！干你当我紫源是不是啊？啊，奇迹的时代，直接进入 zone 的领域。看我就自己猜啊！我 zone 的领域，我只能守两个的范围，我自己猜啊。哎、欸，靠杯有机会投不投？有机会嫖妓养不嫖？哎、欸，不给，我下球顶头会进。有觉得嫖妓养不嫖？进了，进了，真有意思。有你吗？啊、去篮下啊，干！喂，谁啊？启智大陆，嘿嘿，你阿木看吗？根本不用管双单双数好不好？阿木木没球。哎、欸，板了、哦、板了、哦，靠背。哎、欸，你的位置比较好，干捞塞。老塞哦！哎、欸，二段，你的，是你的。我刚才那个，你在我后面，你盖到一段，他妈胡烂。反正结果论就是你的啦。结果论是我的。第三哦。有这种结果论，你他妈错位，我帮你补一段。你跟我，你在那边，你在一个空气的地方跳一段，说干你的。懒胶笔。呜呜。哎、欸，我干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顿一下？干就假动作、啊。哇、哦，这个假动作不错哦。想要干嘛啊？想要干嘛啊？想要干嘛啊？哎、欸、哎，他没撤步，我想要他撤步就盖爆他。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啊，借口可以了，接受。接老木啊，我不就跟盖公一样啊？他可以选先盖啊。看先到谁尝试守我的阿木吗？你是不是想守我的阿木啊？哎、欸，二段呐、啊，那、哦、我这没办法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可以自己盖二段，没关系。这就我锅，我可以用帝王盖。我刚刚没想到。重点是我才没办法。我看樱木在旁边拉距离，我是怎么，我只能自己猜啊。要不要出手？墙头啊。能这样啦、啊。可以啊。啊，我是本来想拿来留来盖火锅的啦。强起来，没关系啊，打进去再说。强起来，哇、哦，可以哦、啊。他那个电步被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，没问题啊。盖九五，一人盖一球。啊靠北，可以第三呐、啊！他倒得太突然了，我没有预想到他会跌倒。帝王老手术。喂，拍子，我坐，太早太早。我看二段了、啊，我算在一段哦、啊。哦。我说我刚才是跳二段的时间、啊、哦，他妈，我太早，他显示我太早，还是我位置根本不对？没仔细看，我只知道你就飞起来了。可以啊，哎、欸，跌倒。三井他们的装饰品，哎呦，我看找到假动作，我想说，快快后撤啊，三井，完了，所以好险，他们太远了，不然这球，对啊，这一球危险。铁被盖的，居然没盖到，是不是想后仰？哎、欸，干、哦，真可惜！哎呀，这球我的锅，这球我锅。好不容易整场等个后段二段，啊，啥时要投球啊？一直以为先到要来了，我在跟他后仰，先到的后仰。你啥时才能成为田井蝶野？臭宅俊铁，干我操心啊！喂、欸，靠边！怎么帝王锅没飞出去？啊！干，我直接骗空大，我看到了。骂什么都成为灌篮高手第一啊！就在哎，别！哦，我有吓死。就在啊！我刚刚原本可以一个帅气的二段盖，老塞。哎呦，盖的不错啊，我盖到就好。就在近田。哦哟，板了，所以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根本吸不到。没关系。靠边，我跌倒，我跌倒，我跌倒。
只能靠你。旧宅进田，然后飞进来啊，一木。你妈什么时候干酒鼻区？旧宅进田。三井，三井这是吉祥物。我打我打我打。霹雳一闪，荡 Q 靠背，我错了。荡好木，我跟你说，荡荡荡荡荡荡荡。哎、欸，哦哟，猜得好啊！哎呦，空位出手技，抓到了，先到，抓到了，可以啊，化进攻为防守啊！啊啊啊！被骗跳，哎、欸，碎碎碎碎，快我大啊！靠背哦、喔，大，操你妈！你到底要为什么助攻啊？要不要转？那你不转，我要开喽！看你到底要不要转？他、啊、好绕塞。快出手啊！我输掉这个位置没问题啊。看你是硬，你真的是哎、欸，不是因为他整场都没投嘛，我想说给他参与一下啊。他灌进来了，盖哎、欸哦，居然没盖到，尴尬啊！哎呦，这可以，这这个来不及，这来不及，马上按都来不及，对吧、啊？对啊，给他给他给他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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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投，给他背包，给他背包，给他投，给他投，给他背包，给他背包，给他背包。你直接开大了啦！我大都不想不到哦。干、嗯，我受不了，我自己开大四秒，对啊，应该够了。干，我觉得他自己会投、欸、我觉得他会投哎、欸。接到了。你干，他真的是吉祥物。干、嗯，你搞不好人家想直接躺赢啊！你不要这样哦、喔。干度呀，他说明不想得分。他好像是零零零吧？应该是零。没有啊，他有铺地板球。不知道前我说前面三个应该是零零零啊，助攻一定有啦，一定有助攻。前面三个零分零篮板零火锅，对啊，零零零。哇，七助攻，三个地板球。Yeah, 什么时候才是天经地义？我喉咙痛，就在今天。就在今天。他是说你妈什么时候是天经地义 啊是你妈、喔、他干、啊、他干他妈屁事啊！他是你妈什么时候啊？他我怎么他妈屁事啊？他不是你妈，是你妈妈。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。哎、欸啊欸，有一个荣耀战机耶，这是什么？解锁？拿一堆没有用的篮球币，知道干嘛？是哟、哦欸，有训练卡，可以可以。哎、欸，干，还要解一个奖励，有150千人呢。哪小啊？哪一个？就那个啊。哇、哦、哇、哦，还有200钻呢。干，可是钻石现在。真的假的？钻石现在对人家没差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就点进去排位啊，会有个荣耀战机啊。啊？你点那个灌篮高手那个排位啊？你有看到？排位？你就点进去，你要打排位，然后就右手边、哦。看到看到。对。荣耀战机。